哎，你知道要去哪儿吗？你就这边有人吗？叮咚 ，Hello， 我怎么轻浮你？你可以轻浮我，小心你要捏上你狗头。狗头，狗狗，是你们那个石棺约会那个对不对？闻到杰哥的味道，要不要？具体去宰一下，那种满足感很难说的。你确定你不是骗我摘爆米花吗？你要不要试试荡秋千？把我下面吗？臣妾该死！哇，这个湖，好漂亮啊！我觉得现在可能大部分城市人都需要一个很治愈的时间，或者一个空间，去放空自己，把所有身上那些负能量去释放掉。 找一个这样的环境去解压，这也太美了吧！嗯，你好，李亮老师，老师你是这边的负责人吗？我算是策展人之一。天哪，你是院长啊！哎呀，失敬失敬！我女儿她太喜欢画画了。对呀，我女儿也喜欢画画。要加我呀！你是院长啊！ 这里是十七光年冠名播出的《我们的美好生活》，十七光年丽苏组合自由调音更出位。《我们的美好生活》每周四22点芒果 TV 上线，每周五22点湖南卫视播出。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晚2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营业、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 去哪儿吗？你就生帅。你带我走还是我带你走？这边。哦，尿尿啊。行，你尿吧。有人吗？有人吗？叮咚。 小爱啊，不干这样的啊！哎，没人呢，也没个人，咱们往哪儿走呢？哎，哎，不是，那人家你怎么就给人拱开了呢？快上！哎，这让你逛什么？这看着像个厨房。 作为一个I型人格，反而觉得就这样晃晃悠悠自己进来，然后自己逛一逛、看一看，然后找找人，这种感觉反而很适合I型人。哎呦，太舒服了这个地方 ！Hello，Hello， 嗯，哦，嗨，你进来了！天哪，我们有没有人接你？对啊，我自己就进来了，我看没有人，哇，我们有没有接他？ 需要有一个人在那种茶水间或怎么样的，就是知道去哪儿找他。你说的很对，有没有通知我们的那个合伙人？他在哪儿？他在睡午觉。哦，他在睡午觉。这个老板以爱睡觉闻名。啊，你把狗狗带过来，是你家狗吗？不是，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综艺的常驻嘉宾，叫什么名字？叫小爱。小爱，他屁股是心形的。小爱。 哎呀，我的手好湿，好想摸摸。没事，你们再做饭吗？没有，我们再把之前弄过的东西，然后放好。你要不要吃甜品啊？哎，你要吃酒酿吗？给你弄一碗酒酿好不好？现在吗？对，我给你搞一杯吧。你想我怎么轻浮你？你可以轻浮我。哈哈，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啊？真的吗？小心娘娘让你狗头。 扣头，他普通话不好，是我的问题，没问题的。来，酒酿给你，谢谢，这是我们招待客人的哦，真的吗？其中一个那个酒酿那个啊，这个这里真的有酒吗？一点点。
不是很浓的味道，自然发酵的，自然发酵的。对。我来介绍一下哦，你的房间好不好？可以啊，我跟小爱的房间。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睡在这个房间，还没有收拾好，对不起。谁住过的？迪迪、杨迪。杨迪住过的。对了。哎呀，啊，小爱，你要上去看吗？小爱，是不是杨迪住过了？你都不想上去看了？哎呀，小心，小心点。我们去看看，你立马想走了。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选择吧。来，请往这边走一下，我们的嘉宾。好的。这里是我们的纪念馆。哦。然后我们会把一些我们觉得值得纪念的都放在这里。上届的书。对呀，到时候他会送一本给你拿走的。我已经有了。啊，真的吗？对。啊，这个你知道是谁吗？这个是杨迪吗？对，是杨迪，没错。他那首歌跨嘛，对不对？对了，他就是唱那首歌，然后送给我们了。这个呢，就我们两个也住过，还没有打扫，没来得及打扫。对，没关系的，我们就是想在你面前打扫，让你觉得亲身满意。娘娘就是娘娘。对，我们就是有心。如果在你背后弄呢，就没有那个心了。行啊，我觉得就这儿吧，就一层就方便点。我去给你搞一下，我去给你把这个弄一套新的来。行，那我把东西拿进来。来，我帮你，我帮你。哎呀呀，千万别掉下去。这个喝过的水那个收掉。好了，好了，请往这边走吧。好，这有一个小客厅。是吧？是有声音。我听说这个地方未来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民宿，是的，是的。哇，可爱！哎，它的屁股是个心形的。嘿，我在电视里面见过你，是你们那个时光音乐会那个，对不对？对啊。你认识我吗？认识杰哥吗？那我们就是老朋友喽。你不能吃，不行。他能吃饼干吗？你这样，你说可以吧？小爱，趴下。小爱，趴下。哎，这不是这个口令吗？来个，我来个。小爱，握手，握手，握手。小爱，握手，握手。来，握手，握手。强握，握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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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屁股。小爱，你看，你看他找我，贴着我坐，你看他。可能在你身上闻到了杰哥的味道，就在时光之家杰哥的总味道，是吗？你喜不喜欢这里呀、啊，小爱？可以随便跑哦，到处都可以玩的哟。这里，小爱很开心哦。小爱都知道不去霍霍菜，走。别停啊！你那么肥了，你不做运动不行啊！结果小爱没累到，他累够呛。Yes， 走去参观一下我的房间。走，我去给你温仪把房间搞一下。文文，这是我们四个人送给你的。哦哇哦！哎呀，这么客气！哎呀，真是的，里面都要花多少钱啊？空的，不是不是，我们要你封给我们四个。哦，懂了。文文，哎，文文，你以为这里面没东西？它有的。嗯，你看，这些都是掉的。啊，我感受到了。那个，我们录成风，录的都快结束了。蔡少芬叫人家贾静雯叫贾文静。真的，没事，还好我名字怎么反的都是一样的，于文文，怎么都是文文，文文文文，贾文静，那贾文静，哇，其实芬姐和楚曦嘛，包括真如姐也是第一次见，而我又是一个很典型的 I 型的人，但我觉得不重要，因为不管合伙人是谁，我认不认识，我现在去尝试去打开自己。
带文文看一看这周围吧。好啊。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抽签？你不会刚好叫我们看蜂窝吧？对呀。啊。你们过来看，他没锅的，你们过来看。他什么？没有锅，只有蜜王蜂。没有锅。他的巢啊。没有窝。你看。啊，难怪这么多蜜蜂。还有这里啊。哇，走吧。哦，天哪，娘娘，你的爱好口味真太重了。没有，文文，你要不要试试当抽签？这里当抽签很特别的。在这个马蜂窝下面。我准备了很久了，我跟你说。哇，这里好多那个蜜蜂哦，好多哦，这里也有好多哦，这一大堆，这里也一大堆哦，哇，好多哦，天啊，哇，这里更多，你们拍一下，我不想再叫这些，好恐怖。没事的，我们在那，他们不会来打扰我们的。这个就是宝地，所以才有那么多蜜蜂。我们都可以跟他们做到各自安好，原生态，爽不爽？啊，挺爽的。还是蛮舒服的，坐在这。好了，给他自己一个在这里走吧，我不要。芬姐就是非常热情。你想不想爬山啊？可以啊，我什么都可以。非常热情，一如既往的热情。怎么上去？这没地方走了，没路的。娘娘说带我爬山的，发现无路可走。这里面有可可爱爱。是鹅啊，美美好好啊，是美美好好。对，这个是可可爱爱的姊妹，美美好好。你来摘一下，确定你不是骗我摘爆米花？没有。哇，这个大，你把他的工作给做了啊？走开。很热闹，像过年一样，像家很多家人聊天一样，每一瞬间我都觉得都是放松的，我就听听他们的故事，我也很开心。我今天晚上肯定爽翻了，这个天气太舒服了。晚上会有点冷，晚上月亮很漂亮，很清楚。好，你能说一说你这次来的期望是什么呀？我来期望是，我请文文来的期望就是希望他放松，放松。嗯。你想在这里滚也可以，也可以。想在这里滚。娘娘说话果然语出惊人啊。其实我们后面呢这一片呢我们都会改造的，我们会先把那一片都把它弄平，然后呢我们在这边种猪，我们在这边种猪，然后呢种猪猪是可以种的，要上树了，猪要上树了，猪是用种的吗？姐是怎么先把猪埋在下面，然后让它自己长，长个猪树出来，明年开春满猪，满树都是猪，满山遍野的猪，满山遍野的猪。刚才那个取掉，相信我这一段肯定会在不可能剪掉。你是想说什么？我想说这边我们养猪，这边养马，这是主打的一个生态好。那就得多请些男嘉宾，因为这些动物其实是需要饲养的。你说的太对了。你今天来是因为那几个人把活儿全干完了，太棒了，要不然你就得给我们下田。天宇以前专门种这个的。这边送完了，我先翻左边，右边还没翻，汗都吃到嘴里了，我累了啊。那片地全是他们种的，后人乘凉。我们很多地方你还没有参观到，我们可以去看看那个耕读书院。好，种猪，种猪可以笑一年，可以笑一年。说快了吧？承包了所有的笑点。说快了嘛？真是好山好水好地方啊，真的啊。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哦，他已经在盖了耶。好大哦。他们这村留守儿童挺多的。对，可以来在这儿看书。大概有多少人？有1000多人，常住着500多而已。嗯，你看这是我们正在做。很快耶，我们前两天给那个陈谷老师打电话。对呀，就开始建了。嗯，这个很有味道哎，不是，这闲置了很久了，感觉。我好喜欢它这么多窗哦，可以有很多的光源照进去，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敞亮。哎，这个感觉很像图书馆。对呀。
去看一眼。好，你好，你好，这还有多久可以完成呢？赶时间的话，几天吧。几天呢？哇，这个装修团队介绍我一下，带回家去。它这个到时候完工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盒子窗户在这个康佳来过，我们还做过那个瓦面的斜面的那个瓦面，哦，这个城墙。现在我们看到它只是一个轮廓。哦，它其实有几个空间，我们到时候做好了以后来分。师傅有没有一个就是滑梯这样滑下来？设计上面是没有的，暂时是。我刚才也在想这个事情，看书的会不会觉得太吵了？也不会，是分区，就是放外面。有些是玩游戏的，让他们动一下手啊、脚啊。因为小朋友你不停地要他看书也很难受嘛。那么多房间，拿一个来玩也挺开心的。成谷大师。看，这是楚曦。你好，成谷大师，你好。这是心如啊。哎 ，Hello。你好。文文。你好。我是 Ada。Ada。我们来看了那个图书馆，好期待啊！我们刚才有想要分几个区域，就是比如说有读书的，有绘画的，有做手工的，还有音乐角，对，还有要放乐器的。哦，文文。然后画画的，对，画画艺术创作的。因为我可能会音乐的这个属性，所以想给他们创造一个音乐角，包括我也有提还有科学角，动手的一些激发所有小朋友的一些创作能力的一些各种角落。那个娘娘有个想法，可不可以滑滑梯下来？如果是要做个滑滑梯也是没问题啊。就是需要我们下面做一个更安全的装饰。是，我来考虑一下怎么做吧，就是滑到室内还是滑到室外。我觉得放室外好一点，室内滑到室外就好了。室外就是有一种呢，它是套住的嘛，这样转下来的那种。娘娘说的从室内滑到室外，人家听得懂啊，你听得懂吗？他是不是很疯？又跟我们这样很有品质的人就不一样。我很斯文的，他逼疯我了。这个诉求我知道了，我考虑一下。加油加油，陈大师，拜拜。图书馆里面给他们攀岩爬行的就更好了。那个外墙多一点彩虹的那种感觉，小朋友看起来好像会开心一点。那我们去那个水边，这也太美了吧。我觉得这里可以做一些长凳长桌，然后玩玩水啊，然后在这里 picnic 啊，这样子。配奶啊很开心的，要他们很多的民宿一起，一个的形不成规模。你看湖里面肯定有鱼，一个波一个波的。你们喜欢钓鱼吗？现在很多人喜欢钓鱼。对啊，很解压啊。我朋友圈，比如像李荣浩这种，天天在朋友圈分享钓鱼的东西。对，真的可以做一天呢。可能就是钓鱼不是重点，但是那个环境，对，是。哎，真的有人在钓。哎真的，哎，那边有钓鱼的。大哥，你们钓到鱼了吗？还没有啊，刚开始钓啊。这个水库是可以钓鱼的是吗？哦，那你们经常在这钓吗？钓鱼的应该很反感我们这么一大群人把鱼都吓跑。能不能试一下？喂，试一下，可以试一下。哎，我想玩一下。这个小像一点小泥鱼，对吧？泥鱼，然后你把它抛出去，掠食性的鱼它就会攻击嘛。哦，我明白了，我真明白了。我钓鱼的，我真的是很会钓鱼的。那我去了。我可以的，我感受到的。我一会儿帮你甩一个好不好？好。
我甩了，我甩了，甩了啊！我觉得这个能成。你看什么？扎线了。是我弄的吗？没事没事。你让他那个杆子给你甩两下。对。有这么恐怖吗，大哥？哎，这边这边呢？拉。就往回收啊，慢慢的。你收它，有鱼咬的话，它就你就可以感觉到了。哎，我感受到，我感受到它咬了，我感受到它咬了，咬到一条小银鱼了吗？真的有东西扣住的。你看，你看，你看。好大的鱼、啊、好大的鱼啊，海草，哇，看到了，眼神稍微差一点就要错过那条鱼了，真的。那我钓一个上来给你们看，来，有的来了，真的来了，快点，真的假的，快点，娜姐，快点快点，哎呀，他就往那边扯，哎呀，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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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演自己做的效果是吧？不是，刚才真的钓到了，他怎么跑了？你是不是那钩子有问题啊？这俩都是狼来了。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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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已经过来了。哎，有了，是不是有了？是不是有了？已经过来了，快，哎，到了到了到了，快点出来了。哎呀，放过了，走了。真的假的？真的，大家抓到的，走了，我刚才钓到了。然后又每次都这么说。狼来了，你隔壁那大哥连理都不理你，你问大哥。小爱的急了，说我下去给你们咬一条上。哎，我们加一个那个，把文文加进来啊、哦，以后找你找我唱歌。好，我微信是135。啊，不是，不是你给我们那个，我看看啊，不是你给我们那个，我钱吧。我的手机为什么不在我的身体里？手机刚不是在你的屁股后面吗？那现在不在的原因，有可能是在车上，掉在车上了，有可能。啊？车上？车上没有，我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怎么了？真的假的？刚才出来走的时候我看到你，下了车我还看到。啊？真的？你是不是有个什么你掉在那儿的屁股上面？对啊，就是有一个那个耳机啊。你们刚刚有看到我把手机掉在哪儿吗？我帮你看一下吧。哎，你捡垃圾的时候捡到我手机了吗？没有，真没捡到吗？真没捡到，找一找。你们都没看见吗？是不是你搜了？没有，肯定看见了。快闻一下，然后找一找，发挥你的作用，好好闻一下。快去找一找，他在哪儿？找一下，去。他折在你身上，在谁身上？帮我指出来，在娜姐身上，娜姐。我是真没有，我手机在你身上。我不可能，这里面小爱说在你身上。小爱，如果在我身上，在他的背包上面，他背包上面背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好鼓哦，娜姐的包好鼓。哎，你带了几只手机出门？一只手机啊。一只这么鼓，你还要带什么？什么鼓？你管我包鼓不鼓啊？他手机丢了，你们怎么管我包鼓不鼓？我看见两只手机。这手机。好啊，给你捡到地上，你掉地上给你捡了啦。真的是掉的。嗯，我捡的真的是捡到的。真的是捡的，我们观众可以看到，我们回放。捡到文文的手机，你就要采访，待会儿怎么让他发现他手机掉？这样够大的。加微信。就是那周楚曦，你一直笑什么笑？太好
重。钟楚曦本来想要捡到他的那个乐事袋里面去，哎，怎么也没捡，捡点值钱的呢？其实娜姐她一直是用自己的热情去点燃别人的一种人。来，我们这儿拍个合影，来，走，合影。所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种轻松感，不用去考虑尴不尴尬呀、啊，或者有没有话聊啊，可以很轻松愉快的相处一段时间。天黑得太快了，但很浪漫啊。嗯，这个颜色，密度，带密度，带密度。夕阳向晚的浪漫，不应该只有我一个人看。弄过那个红薯皮给文文吃，要煮久一点。对的，你看，你看，嗯、什么？你猜。这是什么？薯粉哦，这薯粉，对我们自己弄的哦。你这个开了就可以煮粉皮了。可以啊，把它放进去吧。这个粉皮还蛮难煮的。那个粉皮要煮很久，煮一阵子。这个咱们用一根就够了吧？够了，对对，试一下。哇，果然都是冻过的，冷的。洋葱也洗一下吧，要几颗、嗯？其实平常我们不要客人做事的，真的，真的。我昨天那帮男的，那帮男的自己情愿。我们不是事主员，我为什么一直在干农活啊？怎么回事啊？酱油用一点啊，醋来一点吧，成了，快。要弄点面，挂面，对。这个够大家吃吗？我感觉够哎，你觉得不够吗？我觉得不够哎，一人一口而已。对，哇，很多哎，不多，真不多，相信我们的食量。你这个是要拌那个吗？对，哦，拌的。这一锅看着就是好吃的样子。慢慢来，我就没有弄得很辣。知道我不吃辣，帮你端吧，烫不烫？来，走，走，可以拿。干杯！干杯！欢迎文文，欢迎，谢谢，谢谢邀请。金王大陆马天宇和杨迪，敬你们，姚静，是你们给我们换来了美好的生活。我们心情很好，好吃。嗯，嗯，好香啊！今天的饭特别香，因为我在吗？你是。我上一期浪姐第一次看到她蔫不拉几的坐在那儿，嗯，戴了个假发，然后弹了个琴，唱了一首那个摇滚的歌，摇滚的歌，写到家了。上热搜了那个造型，真的，是铁刘海。你说我的齐刘海是铁刘海。我那天就是弄了个刘海，我就很不自在，于是我就不敢讲话，我就坐在那儿。然后人家就想说这个女的怎么了？对，女的也不说话，然后一脸严肃，就是我被那个刘海给封印住了，封印住了，被封印住了。你到一个节目最开始，你会有一点生疏或者是不爱表达吗？对，以前比较慢热。然后就一开始把自己包裹起来，以为是自我保护，但其实别人会觉得你可能会比较难相处啊。嗯，所以我在那里学到，就是有那么多人愿意去用拥抱去欢迎你的，其实他们才是勇敢的人。你会发现你很敬佩那些愿意去张开双臂去迎接你、温暖你的那些人。来吧，对，我今天刚进来的时候，娜姐在睡觉，怎么？嘉宾来，我又在睡觉。幸好今天我带了一只狗来，还能一边聊天，要不然一个人都没有。其实是我们的泄气，让你会觉得像回家一样。你们的泄气非常成功。对呀、啊，回家就是不用有每一个人就在这里欢迎你嘛。看到没有，他就这么假。嗯、走开，我就是帮你挽回你的面子啊。那你今天见到我们俩的时候，你有觉得
紧张或者是就很舒服啊。你想我怎么轻抚你？我你可以轻抚我。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啊。真的吗？他今天一见到我们一点都没有那种陌生感啊。所以这就是我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嗯，我希望把这种舒服传递到下一个。不用，你保持你自己挺好的。铁刘海吗？哎，我这些人的遭遇会变成你一种性格。因为以前我是没有自信啊，而且就是很胆怯的一个人。真的吗，姐？真的，我没骗你啊。你是演牛魔王妻子的时候，那时候胆怯的吗？对呀，那时候很小，才二十几岁，可能内心不自信。对呀，而且如果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就觉得怕吵啊。别看我嘛，好不好？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妥的问题啊？对呀。但是你跟车是E人。我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都五十岁了，还怕什么？我觉得我就是比较小，就自己一个人出来了。嗯，你看我是从一个小县城出来的，我肯定不可能到一个大城市我就那么对呀嗨。那个时候我到大城市是胆怯的，后来发觉我必须得很热情的、很积极的去做任何事情，我才能够有工作。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就会很积极的嘛。对啊，应聘剧组，如果不大胆呢？打开一个门进去，人家不知道我是谁，我必须得自我介绍。对呀，而且你要冲着胆子来跟人家说表达自己啊什么的嘛。你打开门，什么尴尬事情都可能遇到，也许人家在打牌，也许人家在吃饭。所以我现在最不怕尴尬了。我看得出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你想我是做节目的，嗯，有人 get 到你的笑点，有人 get 不到，但有时候 get 不到还会骂你呢。例如呢？人就是骂人，哎呀，一点都不好笑，在那儿自己那儿笑什么什么。如果我去害怕了，我就下次我不会再有勇气去做这些事情，哪怕是骂你还是得去受着啊，我下次弄得好笑点。对对，你就自己笑呗，没办法，对吗？我觉得我就是比较充满活力吧。然后给别人带来比较正向积极的情绪价值吧。需要我就是调节气氛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可以达到那个好的气氛。我在孩子小托班的时候说要选五位家长跟孩子同庆，但是家长必须得有特长。然后说跟谁联系，跟那个佳伟妈妈，佳伟妈妈也不知道我是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可以给大家念绘本。他说已经有这样的表演了，那你还有别的？我说还有很多，例如呢？我想了一下，我说我唱歌可以吗？啊，他说这边已经有一个比较那个已经有这样唱歌的了啊。那我先了。哎，我说我主持呢？啊，主持啊？是我本人。也已经有主持的了。然后最后去了吗？被淘汰，太搞笑了这个事情。后来我就去报另外一个孩子的那个班，还好你孩子多，那个班我就后来报上了。我们这个是民宿的什么呀？闺蜜之夜 ，Girls Night。我们的主题就是闺蜜夜。那我们是不是以后民宿都应该搞一个女生的晚会，配合不同的主题嘛？好呀，它可以有不同的仪式感，对，比如说生日啊，或者成人礼啊。对，其实上次有朋友的生日应该唱一唱啊，我们没有笛，他没有任何的乐器，我们唱个什么歌呢？我想听《情非得已》。我们是真的啊，《情非得已》啊，难以忘记初次见你。闭上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喜欢呢？有什么回忆让你想起？那个 F 四是吧 ？F 四，流星花园。四个你喜欢哪一个？我喜欢道明寺，我的理想男友，我叫道明寺。现在还有比我更完美的男人吗？就是童年都有一个梦哈，我的梦就是刘德华。我小时候好喜欢刘德华，海报我把海报贴在我的衣橱，一打开就要看到他，我还跟他合照。你知道吗？我跟我表妹说什么？我说表妹，这是谁啊？她说我男朋友，表姐夫。对啦，太会说话了。你贴了刘德华吗？我那时候都有贴，我贴的是周杰伦。哎呦，不错。我贴的是林志颖。
啊，对对，我知道啊，我知道。林记有什么歌啊？林记有很多歌啊。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记忆。你小时候啊？对，我也很好。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别的。早一天，娜娜，请刘德华过来吧。请刘德华过来吧，请来我们美好生活。那你先把林志颖叫过来，然后我就去找刘德华。林志颖比较忙。刘德华不忙吗？刘德华最近在干嘛？当然是拍戏啊，他也都没停哦。没有停，你好像觉得我全知道的，对不对？对，你是在问他就我老公，我才知道啊。文文，你几岁啊？34。34，那很年轻啊。我是恋爱脑，所以我不敢结婚。你是恋爱脑？你是吗？你真的？我是恋爱脑，超级无敌恋爱脑，你是吗？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谈恋爱，一到爱情就死翘翘。例如呢？就是无法自拔，就是没有办法跟自己和解，然后一直在纠结，一直在内耗，我觉得这是很不健康的。然后我只有一个出口，就是写歌，这是我唯一的出口。那你会写歌的时候哭吗？会啊，草稿都湿的，写的那个纸都是湿的。最悲伤的那首歌是哪一个？就是下一首啊，夕阳向晚。你晚上会emo？超级无敌会。我每次最有可能忍不住联系对方的时候，就可能是晚上后半夜的时候，我永远想去，又想发给他，然后又打又删掉，打打又删掉。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们都是女人，对的，打删掉，然后不小心发出去了，真的，赶紧撤回。所以那么我每次要发之前，我都会先写在备忘录上面，聪明，先写完之后再复制过去，要不然真的。很不小心就不小心按出去了，这回还有个痕迹。你不适宜谈恋爱，不适宜谈恋爱，那可能适宜结婚。这跳得也太不宜谈恋爱，宜婚姻。那得有人想娶啊，没有人想娶我。哇，这那就是在那自己这话要不要嫁了？对，这一句话出了，有很多人在我娶你，我娶你，我娶你。其实。有的时候孤独感跟寂寞感不是怕别人问你问题，而是怕别人不问你问题。当一个人想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时候，你才会想真正的珍惜这份友谊。有人在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就会对你产生好奇，想知道关于你的一切，我觉得这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你们呢？你们结婚之后跟老公如果有一点别扭的话，会不会觉得心里面？会啊，会的哈。当然，谁不会？我去年休息了一年，状态非常差，因为我生完第二个以后抑郁症。真的产后抑郁？但是后来好了。我觉得有一个转折，就是我去录那个朋友请听好，大家不停地打电话进来说他们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你去关注到了别人的困难的东西，然后你去感受别人的事情，去感受。然后我又在那儿呢，同时跟很多朋友在一起，会讲很多内心的感受。反正就是都讲出来，掏出来了。掏出来，慢慢就好了。其实也是因为别人的这个力量，对，能量接收了一些其他人的能量转化的，就是能量，对。笑声更迷人，全在我喜欢你。你是在扇我还是在哄我？哎，好开心啊！晚安喽，晚安哦，睡好一点。好呀，晚安，晚安，拜拜。晚安。喂，我没想过你的病哦。我好像是第一次听了，我没有讲，因为我觉得很快会好。我有一次崩溃什么，我给我女儿是一个什么节日，给她买了一个那么大一个画笔，然后我就准备给她一个惊喜。就那天她回来，她就直接说：“哎，给你个礼物。”我就给她了，你知道吗？哎呀，然后我就崩溃了，然后我就出门，然后我就我说：“辛辛苦苦我
准备的就是想要给他一个惊喜，为什么是这样？其实要现在觉得给了就给了嘛。好可怜，哎呀，真的好可怜。我告诉你，两点在房间洗。我去，我去，你就进去了，你就洗嘛。哎呀，我现在又没有抑郁症了。哎呀，楚曦，快快快，你来的最好。哇，这你偷偷做的？来，一起暖和暖和，我们开个小灶。太适合了。哎，你还准备了酒啊？醉酒。是的，它是42度的浓香型白酒，喝起来风味醇厚，口感也很柔和，特别适合年轻人。好香啊，赶紧满上吧。紫金紫金，只想吟诗一首，开瓶醉酒，期待已久。干杯干杯。这长得也太好了吧，这全长起来了，那生命力太强了。大陆、杨迪、天宇，快看我们种的那个菜，我们昨天都以为不行了，今天早上太阳一出来全立起来了，这太感动了吧。感谢感谢，再次感谢，辛苦你们了。快乐的感觉无法想象，如同星星般的闪亮。娜娜，我们去帮那个叶子浇浇水吧。这是山泉水哦。小爱，走，跟着我们去浇水。来吧，一人一溜。一束柳还是全部呀？那个是种子，你用泼的好了。文文，哎，早，你睡得好吗？还行。起来啦，走。早啊，好帅啊！你看，我是来干活，水管工。太帅了，你怎么有这么多这种衣服啊？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你平时在上海街上也是这样的吗？是呀，我是时尚都市女性。哦哦哦。我们注意一下运动吧。好，打羽毛球吧。我们的羽毛球一直放着。打羽毛球吧，那么大的环境。我跟你讲，我超级超级不擅长的就是球类。真的？对。要不要玩一下？我教你一下。可以啊。我教你用头顶它。你可以就这样。你可以就这样。对。这样啊。对。啊，算了吧，你还是往下面丢吧。你差点打的小爱，是真不会啊。小爱都着急了，你这打的是啥呀？小爱说：“我跟你说，你打羽毛球的样式一点不像棒球的。”来，可以，来吧。哎呀哎呀！我来吧，啊，你来。你先顶一会儿，我先换上鞋，一秒。这不是鞋的问题，那个。我来了，有啦！刚才你还能说是鞋的问题，你这换了鞋吧，就不好说了。换个鞋，精神都来了。好了，好，来，烂了。好，可以啊，果然是鞋的问题。起来了，鞋的问题，走起来了。他真的回来了。走。呀，我的问题，啊，给他吧。给他吧，小爱过来，给他们啊！他要吞下去了，小爱别吃啊，你也不能吃，给我，来给我，揍你了啊！烂了，哎呦天哪！没有了，没有没有烂。你们打羽毛球吧，我帮你们泡咖啡，谢谢。算了，我们去把那个咖啡喝了。我们商量一下今天的行程。对，还有我们要不要谈一下，我们要改进的。哎，你们的咖啡好了。气儿。哎呀！
心如，哎，是不是？你做的很好喝、啊，谢谢。以后就由我来经营咖啡这一块，不一定需要九层塔，咖啡够了。文文，昨天睡得好吗？还可以。三四点有起来创作吗？没有，没有，也没有 emo， 也没起来给别人发微信。是不是来到这里，什么烦恼都抛开了？是的。哎，哦，对，我记了一下，我们这边需要规划的空间了。我是说空间。好啊，说一下。我觉得这边比较像露营的地方。哎，可以啊，可以啊，哎，很好哎，那个地方露营可以哎。等一下。这个地方如果用露营的那个帐篷盖住，我觉得从这个看出来的景色会看不到这个水库哎。所以我说都是在草坯，因为草坯呢，你在露营的话，对呀，草地，在那个草地上面，不是扎在那个草坯上。然后他今天早上睡醒跟我聊天，他说他普通话说不好是因为他的牙没长。关于牙什么事？哎，听人家说话。那你看广东话说，滚就滚就。心如姐在说话，有没有要你骂啊？人家在研究啊。你来说，你来，你说。不是他那个他普通话说不好，是因为他有一颗牙没长好。你说你牙叠在一起说普通话漏口水，然后就。我怎么听的都不是这样。等一下。对，好了，不要再讲他的这个普通话的事情，我们讲我们的课程。我就说嘛，讲民宿嘛。哎，那我们要不先讲讲，就是我们是不是去看看有什么伴手礼？对，因为那天我看那个大陆这次来也是，大陆来了也拿了。来者是客，我们带了一些小礼物、水果。哦，谢谢。所以我从大陆送的伴手礼，我想到说我们应该也准备伴手礼。对，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概念，我们这民宿可以有留下带走的概念。嗯，就留下什么然后带走什么。你可以留下你的心愿，留下你种的一颗菜。你这么骗人家干活儿，不是刨土，刨土，你知道了吧？昨天我们骗三个男生干活干了一，也是这样的，留下你的汗水。然后我刚才也想讲，我说我们应该弄个明信片，就是一张一个代表美好生活的一个明信片，然后是放个什么东西，也许是我们的整个外屋的全貌，然后也许是我们。几个人的照片，结果没有人的卖的最好，没有人卖的好，这谁啊？不想要他们，可不可以换成我们自己？好烦你，妹妹好好的毛吧，真的好美呀、啊。那你得拽多少毛下来呀、啊？我看一下，他不用的，他走两步他就丢下来了。哎，有，哇，真的留了很多毛啊。你看多好看啊，真的，你看它是很美，真的，哎，真的好美。几十个人来得扯几十个毛吗？没有，不用起。他那我告诉你，他天天雕的。我们从现在就开始煎，而且它代表我们这个美好生活嘛，它是第一个来到我们这里的动物嘛，我们可以攒一些捡一些嘛，但是它得要好保存。对，它一定就是可能是放在一个明信片上面。你是不是很会画图？还行。我们先有个想法，对，我们可以先都做出来，然后落实，然后看一下哪个比较好。嗯，我来画一个民宿的导览图。怎么做呢？我想一下哈，然后呢，这样，在这里哈，我先画草稿。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我们五个美好生活在这里。这里有一个湖，然后这里有个房子，这里又这样。长的会好一点。有我，我随便弄一下而已。当当，看，哇，你真的很专业哦！我要先把这个卡做出来。
你会做运动吗？除了跳舞？我做啊，我做运动啊。你球类要不会？但是我塑形，我健身该有。举重？差不多吧，就是负重，我会训练我的肌肉的。你又没有肌肉？哦，对对，有一点的。你确定是有一点吗？我给你看哦。哇，你这个是真的是肌肉吗？看，哇，这个是有的，真的是有的，真的是有的。你是举重啊？就是小时候跳舞跳出来的，然后就是用这些重量去维持，让他的肌肉保持活跃。嗯，就不然他肌肉就你不练他就会死，他就会懈怠。对，懈怠。对，一定要运动，运动很重要。好可爱你画的。通常没有的夸就只能夸可爱呢。你有没有看过我帮我女儿弄了一个水舞？没有。我弄得好美啊。看了看了 Jellyfish， 你看。哇， Jellyfish 看出来是。这个就是真的是 Jellyfish， 你看好好看的。哇，你给好多爱给你的小孩哦。放在他的衣服缝进去。哇，啊，静哥也在做。对，我们一起做的。啊，想要你这样的妈妈。那你会跟父母继续住还是？没有，我很小就没有再跟他们住了。其实我4岁我就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了。嗯。8岁的时候又跟我爸那边的家庭住在一起。嗯哼。然后住到10岁半我就住校了。爸爸妈妈分开了。嗯。独立真的是有很多原因的。对，就是原生家庭。对，原生家庭很重要。我也是。你也很独立啊，但是你会很，你很松弛。看，芬姐，好看，好看，好看。这是你说的那种，如果过胶，那个变成透明，它就可以这样子。好看，好看。我觉得好舒服啊，这样子做。对，好解压。真的，平时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让我们。是的。真的凉风轻轻飘，好舒服。见证了我的心，那听见了你的声音。哇，我们真的是太爽了吧？对，走，我们遛狗去。天，真的好热，我就热的没办法说话，躲不到了晒啊。娜姐真的是精力充沛啊，真的精力充沛的艺人。这里要洗水，去吗？来，小爱，你洗个澡，我给你送了，给你洗个澡。他可能没见过水，不敢。是吗？你敢吗？你敢洗澡吗？他应该没有玩过水。你给他打个样，看，你过得来吗？哎，你过不来，你害怕，小怂包。你这胆子！哎呀，他小孩，狗是会游泳的呀，不是会狗刨吗？我们都过去看他过不过来。小爱来，看吧 ，baby， 看吧，看吧。他不敢。小爱呀、啊，汪汪汪汪！小爱来，来。男孩子勇敢一点，可以的。一般生长在这里的狗啥不怕？对呀、啊。我把你抱过去，我把你抱过去，走，抱你，我抱你。哎，抱你，走，抱你，抱你过去嘛，走嘛。哇，哇，你真的很重，哇，你好重，你真的很重，我很少抱不起一只狗的。你拿着这个，我是。哇，哎呀，哎呀，啊，吓死我了，你这个。我教你游泳。他不要，你抬前我抬后，走吧，小爱。我把位置让给你们。好的好的。啊，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回去啊？水。你说你怎么回去？你看，你看，妈妈在这洗手。你看，啊，哦，下去了。对了，好舒服是不是？现在你看，妈应该觉得舒服了吧？哎，对不对？很舒服啊！他说你们这帮女人，我都没想游泳，我没想洗澡。乖 ，good boy， 走吧，洗个澡，舒服吧？咱们过去看他怎么办。好了，一个、两个、三个全走了，你怎么办？大哥寄希望于你了，你总得迈出这一步的，知道吗？
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下节更精彩。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现在继续。这里是十七光年冠名播出的《我们的美好生活》，十七光年丽苏组合自由调饮更出味。我们的美好生活鲜活奶粉推荐官君乐宝奇智鲜活奶粉，奇智鲜活奶粉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你总得迈出这一步的，知道吗？没有人能救你的。走，你刚都走过了。走啊！真的吗？逼他一下。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在那边等他，我们在等你哦，来啊 ，Come on， 走走，来来了来来来来，很浅的那个水，来来来，走走，一二三，走，来了，他已经想要跳了，走走走走走，你很重啊，一脸的奸笑，对。我终于把你们给叫回来了吧？你看，你们还得回来吧？太过分了！小心啊！你回得去吗？小心！太来，我扶着你。来来来！小爱呀、啊，你真的是！好重！妈，有这么一气人吗？走走走！我们回来了。他们都已经回来了，好快呀！天哪，好快、啊！我还没开始画，但是我把这个做好了。哇，做得太好了！这你画的，好可爱哦！是我们五个，很可爱啊！来了，吃饭吧，来吧。哇，想吃那个泡菜。但这应该是芋头，是不是？跟鹌鹑蛋。有了吗？嗯。再腌两天会更好吃，好吃。嗯，我弄的是那种洗澡泡菜，洗澡泡菜现在泡晚上就可以吃了，真的。专业，这还挺能装的，剩下一点点就可以了。小米辣，我们这是红椒，调味的，红醋、白醋、盐、白糖、味精。尝一个啊！哦，哇哦，嗯，哇，酸辣酸辣，开下饭啊！哎，不够，娜姐，不够是吧？马上，当然不够啦，我自己一个都能吃完呢、啊。那弄个大碗搞一个，娜姐，你批量生产吧。人家叫老干妈，生产吧，他叫老辣妈，老辣妈。啊，可以，好点。来喽，大碗泡菜。哇哦，这下够了。哎，这泡菜好好吃，超好吃，外头泡菜。你去旅行最舒服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就是躺着什么也不干，放空了，自然醒。我也是，自然醒。嗯，那我去旅行最重要的其实是看跟谁去旅行，这个是我最重要的一点。那其他景色什么都不重要。我觉得一起能走一段路的人必须要是聊得来，有话可讲，然后也是非常投缘，然后也是想一块儿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就真的我觉得如果人不对的话，他还真的不如自己去。对，那你是更喜欢山还是喜欢海？我其实喜欢海，我喜欢水。我喜欢水，我恨不得住在海边。闺蜜、老友、和狗，这生活人间美好。如果还能美美的睡个午觉，那就美上加美了。啊！哎呀！哇，看着飞机。我觉得现在可能大部分城市人都需要一个很治愈的时间或者一个空间去放空自己，然后把所有身上那些负能量去释放掉，找一个这样的环境去解压。
哪怕就是我们中间睡一个午觉，很治愈。蔡少芬怎么就不见了呢？哎，大家去哪了？去走了吗？冲啊！呀呼！耶！呜，好舒服啊！哟！哇！嗨 ，Hello， 你好。这个湖好漂亮啊！哇！哥哥哥！啊，茶叶，茶叶，是茶叶。我骑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啊，风吹着我，啊，好舒服啊！哇，又是很美的风景，好像拍戏的感觉，真很开心，很满足。哎呀，哇，好多蝴蝶！哦，我才去别人的家了。你好，叔叔，打扰啦。哦，这些是豆，蜂蜜，养蜂的。叔叔，你这里是养蜜蜂的，好多哦。他会真人吗？会的。哇，你有没有给他针过你啊？有没有被他针过你自己啊？碰过。有碰过啊？一次有几十根。几十根啊？哇，那么很厉害哦。会拿去卖吗？大部分人有背头疼，背头疼。背头疼啊？哎，背头疼。背头疼啥意思啊？那扭扭。那扭扭。哦，扭扭扭。听不懂。你今天到哪里去啊？从一边往山上走，一路往水坝那边。圣母人家。圣母人家，我是在哪里来的？不是童风啊。不是。他叫什么白什么？白喜川。没错，真的。对呀，白喜川。没错，没错。啊。我叫那个美福，我叫他们拿那个卡片给你，然后那个福，那边才有的有白砖。嗯，我还是找谢拉跟你聊一下吧。我就是。叔叔几岁啊？93岁。好健康啊！好厉害，因为山水好。早啊！好开心认识你，谢谢了。手扭捏，没事啊。你看我的手，我都是干活的，谢谢你啊。缺水吧？还问我渴不渴，可以要给我水喝了。哎呀，好感动啊！哇，这里是你的家啊？哇，是你自己晒的？自己的。你不是给我水吗？你还给这个给我啊？自己的。哇，很热情，真的够的，没事。哎呀，叔叔你真的太好了，叔叔你可够了，我够了。够了，太多了，我怎么好意思啊？爷爷，你真好啊，你让我真的觉得太感动了，好像看见亲人的感觉。来，我帮你提。在农村里面，你会看见很多很愿意帮人的人，他们的生活也好，他们的说话也好，都好淳朴。而且去到他房子，我觉得好像我以前去我婆婆爷爷的家，很有一种亲切感。我叫 Ada， 我叫芬芬，芬芬，我下次再见你喽，啊，平安啊，啊，再见了，好了，想你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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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最快乐就是能够遇到那个爷爷，老人家真的很热情，他真的太好了。我一走就过去，他就这样，哦，我觉得很温馨啊。嗨，芬芬，快来，我回来了。我要跟你们说，我遇到一个老人家，
他93岁，看着两个很大的螺，然后里面都是番薯，这样子扛下来，93岁哦。他们真的很健康，哇，90多岁哎！我觉得不管是爱人还是艺人，都可以去踩单车，这个应该要开发。但是他那个路线会不会危险？不危险，他那个路很大，而且看见整个水库库。水库库是什么东西？水库。水库库真的很美。好，娜姐，我刚刚看你在那跳那个舞，很适合大家一起跳，有点像广场舞。像那个跳操的感觉，就是一个哎迎宾舞的概念。对，以后客人一来你就跳，是我们五个要跳，啊、我们这么迎宾啊，让客人加入我们也可以啊。那你们今天先拉我练练手，可以呀、啊。来，请大家站好位置，我先看看你跳。来，你们就像那个尊巴一样跟着跳就可以了啊。下去吧，一二三，举起手。跟着我笑一笑，烦恼统统都抛掉，好心情自己找。抓，娜姐，我们要不要改几个动作，改更有湖南当地风土人情的动作？比如说这边有很多少数民族，苗族啊、白族啊、土家族这种。可以，比如说白族有这种动作。啊啊，这个好啊，这白族，还有这种，一哒哒，二哒哒，还有苗族。哇，这个头要甩掉了！配上你的表情，真的是绝了。还要一个简单的，拍拍手。哒哒哒哒哒哒，这个简单吧？哒哒哒哒。娜姐，那个摇一定要加上，这个摇太魔性了。那我不会。对，摇胯摇胯摇胯摇，不要这样转，这样转。我觉得他会，我看完这个我就要去那儿静一静，我想静一静。还有娜姐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好，完了。这个动作是不是？这个不会踹，哎，你们不会踹到客人吗？哪一只脚先？右脚，右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其实就可以了。来这里玩是需要门槛的。我们开始了，你的中间人，尴尬属于你，尴尬属于你。我们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了。你要干嘛呢？很难受吧？你手往哪里放？尴尬吧？我们都不尴尬。这不是把你那个爱人变成艺人了？我去静一静，我去静一静。我觉得更哀了，更哀了，整个石化了，文文。这是送给文文的，哇，好看好看，真的画得很好。我觉得先不着急送给我了，你不还没有完成吗？你是不是不想好啊？我没有不想，这个是手稿啊。你一直在推销什么呢？你是怕他不要吗？还是什么呢？那个树啊，是他精心用血用泪来做成的。这根毛也是你亲手拔的呀？对呀，我们送给你，希望你放在你的床头。哦，结婚照一样供起来，我未来老公的位置让给了你们，你们四个代替我老公在我床头上待着，这个比较有仪式感，每次。给一个这个，那我们要写一个什么呢？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我们就写文文好自为之。Oh my， 就是好自为之，好好生活，好，这个好自为之。我们签上名吧，好好睡觉，自由自在，为所欲为，知你有我。送给文文，祝福你啊！来到美好生活录节目，认识了四个疯女人，基本上就是这种，有点像那个《欢乐颂》那种，三个女生、四个女生合宿，她们四个人都能够照顾到你不同的情绪的部分。楚曦可以把你的生活照顾得很好，娜姐又是那个气氛担当，芬姐呢就是搞笑担当，哇，机器飞一下。熏如姐呢又是那个生活担当，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功能性，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把这个民宿打造得非常好。这里生活虽美好，离开时也要小心迎宾舞。迎宾舞，我们是送客的时候才迎宾。下次来了就可以吃我们种的东西了。这个地方不能常住，常住就离不开这儿了。真的好，因为太美好。
我很希望在这儿多待几天，或者说多留一些时间，但我不能，因为我有其他的工作。所以我很希望小爱能够替我在这儿多享受一下这儿的美好的生活。这个环境很适合他，而且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他来了以后，我好像觉得更有家的感觉。不管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他就这样跟前跟后，跟前跟后的，他让我们这个美好生活充满了很多的生气。哎，我的天哪！这比一面我还恶心。李浩子好自卫士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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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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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爱留这儿了啊！小爱是这儿的狗，拜拜。文文应该是那么多嘉宾最舒服的那个吧？对，真的是疼爱文文了。往后的每一个嘉宾来到，会比文文更舒服。你来之前有什么感受？你也都没有跟我们大家合作过，没有。嗯，你会觉得林心如很难搞吗？我会有点觉得怕娜姐会不会有点难搞。说真话了，她真的说真话了。然后怕娘娘会不会让我跪下？没有了，没有了。就我是有两个弟弟在家里，我是那种大姐，所以都是我照顾他们那种。但是其实我这次来到，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我有被照顾到，就是有谁呀？谁照顾你？谁照顾你了？说吧，没问题的。一二三，评个一二三。因为习惯了在家里面是姐姐照顾人家了，然后到这边来，哎呀，突然觉得可以当妹妹，好好。那你们俩呢？觉得我们两个加入有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很开心，多两个人可以劳作，劳动力。这次还有一开心的事情，你留下来了，是真的，太开心了，小爱。小爱，下次给你带好吃的，好不好？我带好吃的给你，嗯，真的，好不好？爱你啊！我还想带一些东西给那个老人家。欢迎你哦，对，嗯，那下次我们去看他，看那个老爷爷。美好生活进程已过小半，在此期间，我们完成了6位入住体验官的招待，民宿也完成了多方面的升级，还迎来了我们的小成员小爱。接下来，美好生活改造继续。短暂的工作休息之后，合伙人们又回到了他们的民宿。你没看出来我脚受伤了吗？你为什么受伤？你怎么会受伤？脚受伤了，肿都没有肿。怎么没肿？它本来长了一个鸡眼儿啊，完了后来我就那个又穿高跟鞋又挤的，然后结果就肿起来了。肿起来很丑啊。我痛哭了，你在笑？对不起，我真的是同情不了你。我大哭一场，你别踩我啊，踩到我这翻脸呢。你这样我的手受伤了。哪里？这个。昨天我儿子尿床，他就因为还没有尿完，我就带去洗手间，一带他去，他自己跌倒了，我就整个人跨过去跌倒，这个手是这样子，现在就只能这样。脱了没呢？没脱，应该没脱。脱了就不可能这样。怎么没脱啊？哇！病水都流出来了。哎，要在那边的话，我就搬过去。那你这手能行吗？帮我挪。不如我还是把东西拿过来吧。我的东西不太重。我说很多哎。那心如之前睡这里，我睡他也不会太好吧？睡上我就给他发一个不好意思。来晚的下场，这个就是说明要早来，对吗？好，你别搬了，你那么多，你鸡眼也那么大，你不要搬。你把这只手打到你打断了，是不是？小爱。
听到吗？你的腿能走吗？能。谁呀、啊？来了，大姐，是不是小心、哎、大姐？哇！你特别像被追杀过来的。哎呦妈呀，太艰辛了。哇，你买那么多东西也要。对对对，我去了趟超市，那我村口还有，我再去拿一下啊。还有啊？还有还有，我去拿一下。是什么东西锅吗？好多啊！你别走了，他腿受伤了。你咋了？他不能说，很丑的。有点肿，长了个鸡眼儿。是不是好搞笑？为什么要笑？对不起，大姐，真的太好笑了。我很痛哎！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们两个第一个反应都是笑，我真的很笑。这真的有点好笑。你哇，还有很多书，难怪那么重呢。你是买给图书馆吗？对呀、啊，我带了一些书给这儿的那个图书馆的孩子。哦、我也是，我拿了一大堆孩子的书过来。哦，电话。这也太酷了吧！我觉得你们民宿应该有一个那种座机。我也觉得这里应该有个座机。没线，我们也没网络啊，没那个 WiFi。所以这是通的哎，无线吗？哦，无线电话。哦，无线电话，请在关机时候再更换 SIM 卡。啊，这相当于一个，手机了。我真的可以哦，长见识了。你睡这个哈？好。来吧，很重哟。没事。好啦，晚安啦。晚安。晚安，晚安，大姐。嗯，好好睡。好好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下节更精彩。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现在继续。这里是十七光年冠名播出的《我们的美好生活》，十七光年丽苏组合，自由调饮更出味。我们的美好生活鲜活奶粉推荐官君乐宝奇智鲜活奶粉，奇智鲜活奶粉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盲盒月月开好礼，带你现场看综艺。动感地带芒果卡邀您观看我们的美好生活。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我们的美好生活，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互动。我，嗨，是这间房吧？对，进来吧，进来吧。小爱的零食，小爱，这是他那才哇啦哇啦叫的。你看他，你看，好痛啊！你看，哎呀，已经走过去了，你在填这个了，好痛啊！来，小爱太乖了，小爱，你配合的太好了，来 ，sit， 不用他了。sit 不用他。心如好像来了。心如，哎呦哎呀，
抖呢、哎、你今天这个刘海整的挺抖的、哎、来我给你带了你的鸭舌头了啊，太好了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哎呀一大早简直是太幸福了吧、哎、嗯好好吃我本来今天偶像剧的那个打扮你们就出来啃鸭舌一啃鸭舌就完全我看你那天朋友圈发了这是扣上去的那种嗯假的假的我没看到、那个、啊对真的假的嗯那刘海假的还挺真的你是不是正在学习啊你明天像跟我那么一模一样其实我觉得我这样好漂亮不需要你这样你这样确实漂亮但比我差一点我跟你讲我们看到我们的太阳花都枯萎了看大漠看大漠觉得我美的打一觉得他美的打二人家都写三四都不管我们事选了他们两个三四都没有我们粉咱们不是附近有一个那个民宿吗做得很好对我住过了你为什么会住到这里的民宿因为我去长沙录节目然后我带着孩子来然后我就去长沙去搜有没有附近的郊区的民宿挺好玩的我们去取一下金马嗯嗯去走待会我有一对夫妻朋友过来陆毅和鲍蕾啊我就把他们约在那边太好了为了升级改造美好生活民宿合伙人们再一次踏上考察学习之路而目的地就在被称为平江县南大门的白毛段村2021年该村被列入县级乡村振兴示范村我这又是什么哇这个好漂亮好想躺在上面这啥东西拿两份简介来看一下而合伙人们考察的起点就是一场特殊的艺术展览哦这叫山前白叶大地艺术展哦这里面都是艺术品哎这场悠藏于山林之中的艺术展以山林步道为轴串起了国内外40多位艺术家和建筑师的艺术作品在自然中探索乡村振兴的新范式哦大牛哇牛夫人是你老公啊哎他们这个小路好有感觉全是竹子的嗯这有老师这是老师吗对啊这是老师吗你好你好李亮李老师李亮老师那这个又蔡老师你好老师你是这边的负责人吗我是算是策展人之一哦这个展为什么会选在这里呢实际上这个平江原来这地儿是很穷的一个地方啊是啊对对啊所以村民都出不去嘛那艺术是最好的带动乡村文旅的方式 借着平江这个大的环境我们选了一条谷然后就做了一个大的艺术展非常的特别很多人可能就是说到这儿既能看一看艺术展然后又有很好的感受一下乡村的那个感觉、哇这个它叫痕它原本就是一块石头挖出来之后拉开放到这一个钢板的两端很重要的角度啊你蹲下来看从这儿看过去正好这一个环完全套着那个环啊世间万物只有达到一个平衡才是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这艺术就是你自己想象对你们看这个怎么样这个好像是山对它这个名字就叫仁者见山它正面看也是一个山字对对对啊你看这个石头是不是像那个假山石的感觉啊、哦、对吧有点有点是是是因为中国传统假山石你学上叫漏透受咒这是从宋代米芾提出来的米芾那个书法家对对对但是你看现代的雕塑家还会和传统文化也建立一个连接这艺术的东西一到大自然好像就感觉好像很不一样了啊对呀、你们可以在这儿看一下这个作品哇它是用特别大块的香樟木然后在北京一块块加工完之后又到这儿组装起 来对、那个味道还是很香的闻一下什么味道香的真的好香啊哇我好喜欢这个味道感觉很安神呢啊那你晚上就这样就这样啊哇这个我喜欢这是当地的一个艺术家做了一个窗就是村民砍的柴火垛啊喂其实这个这么简单这个真的拿回去就可以了我们回去堆一个我们也搞这个
哎，我在这里感觉就像是一幅画。一幅画。我们现在走完要去哪里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建筑的展览。哦，你们不是正好要在福寿山那边做民宿吗？是。我觉得可能还有点启发呢。哦，太好了。这个都是我们建筑学院的建筑师啊，就当在学校也当老师啊，他们的一些作品，我们先看看这个吧。好，这不就是我吗？不是，这是我吗？这是那个粉红女郎。粉红女郎，那个是陈好。那边还有呢。啊，对，你看黄奕啊，《还珠格格》。这个房子荒在这十几年了。然后我们撤的时候，就是因为村民都搬走了嘛，所以剩下这些东西我都让他们不要摘，就这都是痕迹，在这里面直接办了一个展览。对，像这种房子很多都散在这个山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空闲的屋子。嗯，对于今天的文旅来讲的话，首先你要保留它，对吧？你要保留它才有在地的价值。那这要改呀。哎，对，通俗话就是传统材料，当代空间，既能满足在地的这种美学上的需要，要达到舒适度嘛。啊，这边还有一个。哦，自然书屋，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也做了一个图书馆啊，这个书很小啊，在山西临川县啊。哦，好特别哦。对，这是一个崖壁嘛，就好多大石头在这儿，他把石头清完了之后，就在现场做了一个屋面。哇，哎，我觉得这真的很棒，这真的很棒，给了我灵感和鼓励。老师，这是不是就你的作品，对不对？哎，它好像一个那个大的那个浮漂。对，有点像浮漂。它这个名字就叫时间的标尺。这原来是一棵杉树在水里面死掉了。我觉得现场的气氛太安静了，感觉平常所有的琐事儿就像一块块颜色去堆积，在你脑海当中不断的积累一样。然后我就把那树的树枝去掉之后，拿这些色块记录下来。好美哦。对啊，好可爱哦。哇，能请到这些艺术家在这里创作，好棒啊！我觉得咱们那个小民宿有的时候也能弄点什么展，我们应该能够请一个到我们那边去创作一个我们的打卡点。不，你觉得要不要叫老师来我们的美好生活？也帮我们留个东西在那，好不好？好不好？老师明天可以来我们美好生活吗？可以，好的，明天过去。好。啊，太好了，谢谢。老师，你给我推荐的，我加您一个那个。老师，我也可以加你一个吗？我也想加，可以吗？行。怎么称呼您呢？李亮，我给您发个名片，好吧？亮老师。天哪，你是院长啊！哎呀，失敬。对不起，副院长也是院长。我想问一下，我孩子五岁多，他非常喜欢画画，但是他是自己天马行空的边画边讲故事。那现在应该怎么培养他？我给您的建议就是上了初中以后再开始系统的学习美术。那我现在让他自己画是吗？没问题啊，你五六岁呢，可不自己画。我自己的小孩我都不送他去专业的，对，就随便画。那些现在画画班什么的，我就不要让他去了，是吧？最好找那种还是以绘画作为思维锻炼的媒介，而真正不是去练那个绘画本身，保持对这个绘画最发自内心的兴趣，这是最重要的啊。那谢谢老师，谢谢你，明天见你啊。好，拜拜。拜拜。又学习了一把，好幸运啊！我们对，居然认识了院长，感觉自己审美都提高了。其实要多问，特别是孩子，你弄不好，你让那孩子学死板了。是的，就不喜欢。圆是圆，线条是条。对。哇，我真的今天很开心能来到这里，出来走一走。哎呀，好可爱！哇，那鸭子啊，你看。对呀，啊，那有水鸭，这里也有啊。快过来，这里好看。哦。现在在弄爆米花吗？是的。好香啊。对。可以吃吗？可以。哇，怎么弄啊？用米来弄的吗？米呀，绿豆、黄豆这些都可以的。对。搞一个回去。特别香。怎么弄啊？这个。首先我们把米放了以后，是吧？加上糖，把这个盖子给它盖好，用这个钥匙固定。那小朋友会可以来这里？可以呀，他就是亲子活动，这些都可以玩的。嗯，我们民宿就是缺少这一些。是的。内容。嗯。然后我们摇匀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米架上去。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爆呢？我们现在可以看气压，这是个气压表。
到那个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锅了。然后我们摇的时候，手我们只能碰这个圆圈跟这里，气压表是不能去碰的。碰这个女的。哎呀，我真的觉得你会这样。发生了什么？你好毒啊！你是为了我要这样对你不好过吗？你这……我们顺着的滚轮慢慢的摇，嗯。同志们，现在到二了，您再来一个。我就来了这个。呀，好好玩，好解压哦！这个东西，慢慢等待，耐心等待。我受不了那么慢，你要这样，也快一点是吧？他现在是六了，不快了。所以他到十的时候要怎样？十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手动把它抱含。等一下我来抱你。哦，还有两分钟。你帮我收一下。来，这位美女，要不要品尝一下茶？这是什么茶？这是茶。拉茶，茶不能太浓，太浓了就会睡不着。我现在不会睡不着。那好，我就给你一个浓的，好吗？你这样倒，这个叫拉茶。你拉了满桌都是。爆米花是不是鸭子喜欢吃？那么我们就喂一个。鸭子能吃吗？能吃啊，能可以吃。小溪。你要不要喂一下鸭子？喂鸭子啊！我要等它抱出来。我都已经坚持这么久了，我不能半途而废。还有好久了，还有一分钟的样子。呱呱呱呱呱呱呱！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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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么饿！呱呱呱呱呱呱呱！哇，接得很准哦。嗯，白色的端它了，不吵架哦。来来，这里，这哇。帅气！哎呀，哪里？哎呀，我们的宾客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小鹿啊，好久没见了！哎呀！哎，你这假外套吗？你这陆毅怎么这么烦？嘴瘦到现在都没开，都没开。他那个特别下饭，但是没有饭，能不能弄点烧烤？明天留下来吃烧烤。哎，我明天不想留下。碗呢？碗我还找不出来，两个碗在这儿。找到了，客人帮我找到了碗。有没有冰糖啊？我冰糖有。面在哪里？面这里面有，这里。弄得咱们俩像是来应聘来的。这是猫食，那是狗粮啊。你们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看现在小爱盯着我了，因为只有你在抢他的车，一人认一只猪，是不是让他们比赛？走了走了，走了，走，你看陆毅还在给你追猪呢，山茶花，它是炼油的。炼油，看着我一个男生在这摘花，好不协调的画面。大哥，那蒸的时候我们等就是了，是吧？那要多少钱？多少？啊，我不要了。它跟你们之前拍戏的时候一样吗？拍戏的时候好皮哟、哦。他现在也很毒舌啊。比如你穿一件衣服，你问他好不好看，他会说真实的话呢？我真实的要死呀！感觉他连夜就想走。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下节更精彩。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现在继续。我们的美好生活每周四22点芒果 TV 上线，每周五22点湖南卫视播出。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我们的美好生活，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互动。Thank you.